红人集团总裁王文阳近来热爱投资买豪宅。资料照，记者胡顺祥社娱乐频道综合报道。红人集团总裁王文阳今爆出加码送豪宅给媳妇麻衣，盼能就近和金孙碰面，但遭麻衣回绝。其实王文阳的房子比孩子还多，真的说起来，他想送一户豪宅换孙子根本不是难事。外转，这十几年来王文阳热爱投资买豪宅，国内海外都有。镜周刊报道，王文阳五年前豪掷13亿在英国伦敦买下两户世界最贵的公寓海德公园一号，而在台湾他自住的台北信义区玉芝苑整栋只有17户，位在台北101斜对面。王文阳一口气买下6户，台北信义区玉芝苑整栋17户，王文阳就拥有6户。翻摄自网路。至于玉芝苑隔壁的赞泰花园，则是王文阳砸 1.7 亿送给长子王全仁的结婚礼物。外传，王文阳也有一户 4.8 亿的仁爱吴江，位在台北市精华的仁爱路3段，金曲歌王王力宏、歌手许慧欣都是住户。